你这什么话都可以讲，对不对？是你自己说我们两个之间要透明的，不是吗？怎样啦？你爱上别人了？不是不是，如果真的这样的话，我 OK 啊。我昨天去按摩，然后之前都还好，但就后来突然身体就是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。等一下，你是说你对你的推拿师产生了性幻想？不是，你不要乱下结论好不好？这很不专业。你要专业是不是？好，来，请问一下，就是针对这个事情，然后你当下你的心理感觉是什么？那种感觉就是，是性，但不是性幻想，是身体的感觉，它不是头脑，就有点像是就。被爱，但又不是头脑的爱，是身体的爱。我不知道那是什么，就喜欢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你看，你又开始在用头脑来回答问题。如果身体真的比心理诚实的话，我真的不知道那是什么。说如果我真的喜欢上别人，你没问题哦。能一辈子讲真话比较重要，这不就是你要的吗？你有说真话吗？现在这个样子，如果你真的爱上别人的话，我能说什么？还是等我儿子18岁之后再说吧。